中国哪有自己的航空工业？ 很高兴大家来到北京航空学院，大家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所学校呢？ 学航空造飞机。 对，学航空造飞机。这就是当初许多人来到百航的回答。我们北京航空学院同学们的理想，就是希望我们1952年， 百航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扎根，梦想也在新中国的未来空天种下了希望。当一架架百航执照的飞机飞向祖国的蓝天，这些不负众望的每一次腾飞，都是百航人最真挚的回答。